唐宪宗元和年间，即公元九世纪最初二十年，安史之乱已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唐王朝终于又从衰乱中想有所作为了。于是整顿赋税，以增加财政收入，平定几个闹独立的藩镇，使全国终于又形式上归入统一了。诗坛上于是也逐步摆脱八世纪下半叶那种内容单薄、形式精巧的诗风，不仅出现了以韩愈为首的奇绝险怪的诗派，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派，还有柳宗元、刘禹锡等独树一帜的名家。所谓乐府诗，是指东汉末年至唐代，即从二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初，可以用作歌词来歌唱的那些诗，以及沿用这些诗题仿作的诗，如李白的《行路难》《蜀道难》等等。而所谓新乐府，是指模仿乐府诗而又不再用乐府旧标题，而依据内容另取一个新标题的那些诗，如杜甫的《兵车行》以及《三吏》《三别》等等。新乐府运动是一次颇有声势的诗歌运动，其代表人物是元稹和白居易。虽然文学史上一贯称元白，但白居易是这一派的理论奠基人，诗歌成就也更高，是真正的代表。新乐府运动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，一是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，即诗要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，不为文而作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，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年及九世纪最初的十年，创作了大量揭露弊政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讽喻诗，最著名的是《秦中吟十首》和《新乐府五十首》。这些诗观点鲜明，提法尖锐，使执掌军政大权的达官显贵咬牙切齿。不过他这种政治热情保持的时间较短，写讽喻诗的时间更短。到44岁时，他遭到了报复，被贬为江州司马。经过这一次打击，他就礼佛参禅，走上了独善其身、埋头写闲事诗的道路。为了充分起到宣传作用，这一派的另一特点是主张用浅切平易、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诗。据说白居易写诗一改再改，一直改到不识字的老妇人都能听懂为止，这自然不免夸张。不过他的诗读起来轻松，比韩孟诗派好懂，这也是事实。有一田舍翁，偶来买花处，低头独长叹，此叹无人语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富。一丛深色花就相当于十户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交纳的赋税，十户人家交纳的赋税才够贵族买一束花。那么农民该怎样把骨头磨成钱，才能满足贵族的其他享受呢？新乐府中的新风折臂翁更是叫人心酸的无法读下去。
新丰老翁八十八，头鬓眉须皆似雪。玄孙扶相殿前行，左臂平肩右臂折。老翁为什么会成为独臂的残疾人呢？因为天宝年间，宰相杨国忠为了建立边功、提高威信，两次发动对云南南诏的战争，共动员兵力二十多万，都全军覆没。是时翁年二十四，兵部牒中有名字。为了逃脱必死无疑的出征，于是夜深不敢使人知，偷将大石垂折臂。此臂折来六十年，一只虽废，一身全。至今风雨阴寒夜，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终不悔，且喜老身今独在。不然当时卤水头，身似魂飞骨不收。应作云南望乡鬼，万人冢上哭悠悠。从诗的角度来说，这首诗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应当说恰到好处。其余一切该由读者自己去想象，由读者根据诗人安排的逻辑线去做结论。但是正如白居易在诗题下加上戍边公也所提示的，其目的不在于写一首感天动地的好诗，而在于通过这首感人的诗使人受到教育。因此他接着写道：老人言君听取，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，不赏边功防独武。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，欲求恩姓立边功。边功未立人生愿，请问新丰折臂翁。白居易的另一首《卖炭翁》则著名苦工事也，意思是苦于工事的祸害。工事是唐德宗贞元年间，即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最初几年一种扰民的弊症，即由太监直接到街市上采购皇宫中所需要的一切。太监以皇帝的名义出来采购，还有不作威作福的，于是客气一点的压低市价，不客气的就干脆不给钱。诗中的卖炭翁就遇上了这种比抢劫还要卑鄙的掠夺。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，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老人在终南山辛辛苦苦烧炭，为的是把木炭拉到京城卖了以维持衣食。一场大雪后，老人赶着牛车买木炭来了，尽管衣裳单薄，冻得发抖，他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，因为越冷越冻越难受，兴许越能卖个好价钱。结果偏偏就遇上两个太监，指令他把牛车赶到城北的皇宫去。两骑翩翩来者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
手把文书口称是，回车是牛牵向北。一车炭中千余斤，公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绫，即向牛头冲炭直。这千多斤的一车木炭，是老人多少个日日夜夜烧出来的，可只换回两个布头和一个万丈深渊一样的失望。也许麦探翁当年就抱着两块既不能食又不能用的沙铃死去了，又有谁知道？白居易常用他的乐府诗帮着不幸的人讨回公道，除了麦探翁，还有那个上阳白发人。16岁时，他脸似芙蓉，胸似玉，因此被选入皇宫。可是未容君王得见面，已被杨妃遥侧目。杜令前配上阳宫，一生遂向空房宿。在皇宫里，没有值得回忆的，也没有值得遗忘的。唯向深宫望明月，东西四五百回圆。遗忘40多年，望成了白发人。这种现象原是封建社会无法更改的弊症，青春被迫凋谢在皇宫里的这个宫女，总算在白居易的诗中吐出了这一口血泪熬成的苦水。不过也应当看到，白居易的思想在当时是比较保守的。在《先锋折臂翁》里，他把进攻南诏的战争罪责完全推到杨国忠头上，似乎与唐玄宗没什么关系。在《上阳白发人》中，也认为这个上阳人的悲惨遭遇都是杨贵妃的妒忌所造成的。更有甚者，在《井底饮银瓶》中，一个少女为爱情而与男子私奔，最后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，她认为这是罪有应得，特意写这首诗来止银奔，也就是说要告诫人要主动服从封建礼教。诗中写少女私奔后，到君家舍6、7年，君家大人贫有言，聘则为妻，奔是妾，不堪住肆奉平凡。因为不是明媒正娶，终于被赶出来，诗人得出的结论却是：既言痴小人家女，慎勿将身轻许人。可以说，白居易这种思想在唐代并不符合时代潮流。有意思的是，元代著名剧作家白朴写的《墙头马上》，虽然是在这首诗的提示下写的，最后却让这私奔女子成为名正言顺的状元娘子。当初迫害她的人还不得不向她赔礼道歉。白居易是个神童，
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字和无字，后世称识字不多为略识之无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他十几岁写的诗足以说明他的天才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有人说这是讽刺小人像野草一样死不绝，说也能说通。不过现在都是从野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点来着眼。关于这首诗还有个小故事。白居易年轻时拿着诗集去拜访诗人顾况，想求他在公众场合帮他扬扬名。居易这个名字根据词义可解释为住下很方便，也许他对白居易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吧，就开玩笑地说，京城里粮价高得很，恐怕住下来不方便吧。等读到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这一联时，不禁大为惊喜，忙说，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，全国哪儿住下都方便得很呐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远方秦古道，秦翠接黄城。又送王孙去，萋萋满别情。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